你们都不知道，我这辈子受很多的苦，我就故意穿那个旗袍，这个差领那个领弄得很低，这个旗袍做的扣子很紧很紧，这样他拉怎么拉也拉不起来。别人都有替身，比如说我演戏，我从楼上比如要摔下来，都有替身了、哦。星旗导演，完了那样肌软，哎，关之琳之恋，嗯，他就让我从楼上这样，别别别别，我说这应该替身嘛，又有杯子又真的杯子一摔，然后我又从楼上这样滚下来。那个时候回了母女之果说用胶卷的。你多 NG 几次，老板真的会生气。我拍戏很少让人家浪费底片，浪费底片。啊、我其实被刺到了，都在流血，又腰都痛。我起来还要去问我老公：“你喝醉了？”哦，好，赶快。哎，没，糟糕，没有水了，水都倒了。我们到楼上去，我想要扶他到楼那个议员了。导演跟他讲好，叫他私下讲法，要真打我。哦，他说，谁要你管啊？哦，他外面有女人嘛。然后真打，啪打的，我转了两三圈，耳朵叽叫的很厉害，真的，满天转金条，没啥不挂掉，真的。所以说我拍戏的经过，我们那个时候还不是大牌的时候受了多少苦，你们都不知道。我这辈子受很多的苦，还很多导演说找我演戏，明明那个主角是我，结果找我去，门就叫那个内讲从外面锁起来，在里边，他就吼一直要跟你归零。不是所有导演，而部分而已。然后就在这里头，我就知道这个导演他找我演主角戏，绝对不是那么好过。我就故意穿那个旗袍，这个差领那个领弄得很低，这个旗袍做的扣子很紧很紧，这样他拉怎么拉也拉不起来，就在里头拉，哦，在那像运动场一样，哇，抓的。结果原来那个导演他有气喘。被我搞得他已经，我有气喘。他说我也不行，我说你不行，我也不行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警告你，也有女儿，你女儿跟我是好朋友。我不讲谁，结果要是你女儿被人家这样，你会怎么样？他本来还说。等我气喘过了，休息过了，我再跟你讲剧情，你一定会喜欢。你给我意思说，我如果跟他也值钱，我说我不要。我说你自己有女儿，你女儿如果也被人家这样，你会怎么样？啊，说种种的苦。然后后来呢，就主角没拍了，因为老板一定要我，就变成演配角，演第二女主角。结果，去基隆拍基隆港，基隆港那个时候是多脏啊！那个，船进来的污油啊，好厚，还有大家在那里倒，垃圾啊，倒粪桶啊，倒什么，多脏啊！总可以叫替身吧，而且也不应该在那种地方拍戏，他就故意整你呀、啊，他可以这个借个角度或者什么就可以拍了，我就要从那么高的地方要跳下去，他要跳下去，我又不会游泳，然后他有找一个他有真好装的在里头，我顶出来，我手会走在那里动，整个脸在那里，哎，救命啊，救命、啊！实在这种苦哦，谁都没办法忍受的了。